卡特 C7 C9 C-9 配工器拆装架。C7 C9C-9 装入配用器，装入专用扳手，转动压杆，压紧油嘴，防止稳钉断掉，一定要压紧，用扭力扳手将压帽打开，这样油帽就取下来了。安装的时候同样方式，旋紧压帽，压紧油嘴儿。